This is the Qujiang village of Jinggangshan City in East China's Jiangxi province. A place with beautiful scenery and a lush green landscape. But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this was once a dilapidated, poverty-stricken village.我是2015年来担任黎书记兼工作队长。当我第一次踏进我们这个村子的时候，他这个地方的贫穷啊，说实在话，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湖北工作队啊，就深入贫困户家里，就了解他们的应贫情况。了解完以后，我们就制定一些帮扶措施。 你家里今年种了多少点儿猴子吧？两当了有三亩，三亩地，嗯，都是你个人自己种。嗯，我养不起。那等一下我到你农田去看一看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啊，看一下，看一下，那个种的。现在一锄地啊，锄头啊，嗯，走啊，我们扛着地了，到田里去看看。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你的地。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你的。我们要长得还是可以哈。我看没什么很多草嘛，你说好多草啊？我要用手也要拔。我们这个贫困村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个山区。那么村里账本上来没有什么外来任何的经济来源。那么我们当时想这个割稻子。 那么整个乡呢，都没有收割机，所以我们就打报告，甚至资金就买了2台收割机，1台这个耕田机。本身我们的山多地少，那么我们呢就开始想办法，我们讲种田子比较好。一个田子它容易保存，二个呢我们可以利用劳保性的闲置土地，同时呢我们的贫困户、非贫困户还可以在我们产业里面进行打工务工。 However, it's not only lotus seed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poverty eradication he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Residency Task Forc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projects has also gained some fruits. 但是我们这个资源比较好，这个花比较多，这个山上的植被也很好，空气又好。 哎，所以我们呢就想，哎，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养蜂？所以我们就请我们本村的蜂农来帮我们养。哎，师傅，哎，你好啊，你好啊，今天过来给你做这个蜂啊。那个准备什么时候可以割蜜啊？我现在马上割一点，马上割蜜，哦，就可以割了。 Guo Xinxiang and her husband own 200 beehives at the bee farm. Every summer, during June and July, they usher in the honeycomb cutting season. 叶书记，你看一下这个蜜，你今天刚取出来的，你尝一尝啊。嗯，好的，今天这个蜜还蛮好的。这个全是封盖的。哦，这么多啊！嗯，这个蜜很好，很甜哎，对不对？很甜，很甜，嗯。 养了几年蜂，现在房子也盖起来了，小孩现在也结婚了，现在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我们的Qujiang村现在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产业规模化，我们的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老百姓的收入得到了提高。